就是很多就是欠粉，就是因为就导演知道，就是很多人都是有的人就是跟了好几场，然后有的人是很远的地方过来的，然后也有很多的有同学啊什么的，然后就反正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的电影，然后真的特别特别感谢就是大家对我们的支持。对，然后咱们都好好的，然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我就希望就跟我们的电影一样，就是做你认为对的事情，你也是坚持下去。我们跑了这么多城市啊，今天到这个影厅来呢，气氛格外不一样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咱们离得近，有很多影厅呢，就是观众和我们离得没有这么近啊，其实也不算远，但是你们看我们是不是特清楚，对，特清楚是吧？所以感觉一下那种温暖的那种，就感觉咱们命运共同体了啊，咱们就在一块儿了，是吧？接下来我们走到这边来，咱们照相啊，好，咱们就拍一下。